提提大家啦，最近岸邊嘅咧就係第二線港隊啊，第三線自由龍，第四線波浪海鮮西船風，第五線接龍，第六線德勤龍舟，第七線 Komodo Dragon， 第八線冰龍。係啦，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咁邊隊會首先衝線咧？咦 ，Steven 啊，我見到咧第四線咧，佢哋似乎個掌衝咧非常之快喎，同第五線咧佢哋個距離都係非常之接近啊。冇錯，同埋第五線咧都不遑多讓，我見到都係非常之頻密嘅掌衝。咦 ，Steven， 我見到第五線咧，第五線好明顯咧，佢哋蛙掌嘅速度咧係比其他龍舟快嘅喎，究竟佢哋會唔會一直保持住呢個速度咧？冇錯啦。賽事嚟噶，咦！我見到咧，頭先冰龍咧喺頭先嘅賽事嗰度咧都有非常之唔錯嘅成績喎。而家咧，冰龍同埋第六線嘅一班同學會咧個時個距離非常接近啊。冇錯，咁啊，睇下究竟今次會唔會可以繼續保持佳績啦？睇下邊個衝線先啊！我見到第三線都衝咗上嚟喎。冇錯啦，而家第三線嘅化骨龍咧，佢開始帶頭啦。隨其後的是第五線，而且第三線他們的速度也越來越快，他們的叫喊聲和打氣聲也越來越響。沒錯，我看到第二線的獎很多都是紫色襯衫的配合。沒錯，如果有這個出場的話，最好是一定是非常的滑順。好了，現在第三線花骨龍率先衝線，隨其後第二和第五線非常接近，咁喺呢一場就啱啱進行嘅咧，係第29場嘅賽事嚟噶。咁之後嘅時間咧，我哋會先進行第30場賽事咧，已經開始咗啦。咁最近岸邊嘅係第二線德勤龍舟，第三線度係青山聯體育會，第四線係香港戰藝會龍舟隊，第五線係港潮燃聯漁龍，同有第八線嘅將軍小龍女。好啦，而家我哋見到啦，我哋第三同埋第四到第四同埋第五線啊，香港戰藝會龍舟隊同埋港潮燃嘅聯漁龍咧，都非常之接近喎。冇
冇錯，咁啊呢一場咧係女子組第二場最後一輪嘅賽事啦。快啲快啲！第三線西瓜壁，第四線聖保羅男女中學校友會龍舟隊，第五線將軍龍，第六線埃森戰龍舟隊，第七線海戰龍，以及第八線德勤龍舟。咁見到咧有啲龍舟隊嘅名咧，都會估到佢嚟自邊一個地區噶。冇錯啊，而且咧大家咧亦都係非常之清楚啦嘅，無論係啲嘅人士啦，或者你係我哋嘅年青人。因為而家我哋見到咧，其實第二線同埋第三線咧，都非常之弱喎。而第一線咧，都開始有大頭嘅跡象啦。啊！見到啦，每一隻龍嘅都係變咗。咁啊，其第二線咧，你見到佢個水準係非常之冇放棄啊！用佢哋嘅後勁咧，由後邊追翻上嚟，後方都得嘅。第二線一班學會2012，第三線粉紅之線，第四線老友龍，第五線香港懲教署，第六線香港紙龍，第七線德勤龍舟，第八線化骨龍啦。好啦，而家嚟到決賽啦！相信你每一位留低嘅都係精英啊，每一位嘅距離咧。咁你開邊嗰啲夠勁啲？第二線咧同埋第四線咧，似乎開始帶頭啦。而我哋第八線喺最外圍嘅第八線咧，亦都開始咧靠你嘅拖嘅。開邊嘅。第八線啊，四啊幾安全，都入到位，可以俾出嚟啦。第七線是自由龍，同埋第八線是摩拉海鮮。